他有方法呀。家属就位，请拥抱。没有，死守哪里位？你是什么？拳击耶！拳击手，加穿起来，加穿起来。Boxer 哦，加穿起来。拳击啊，这拳击我就可以判断了。你的体重，你应该是六十，你不要讲哦，你应该是64公斤左右。58，54。54，你才54，怎么可能？要骗人嘛！我差那么多，他比较小只一点。好了，拳击手一定跟拳风有关嘛。好了，那我好了，你哪怀疑？就凭你，不能这样疑问人家。要说哪尼？这边派谁？前锋的部分，他们都派队长了。那时候，言下之意，怎样？怎样？哇，有练呢。他最近很壮。对呀，对呀，就是为了今天这一集才练的。哦，另外一个，我们找那个雨婷好了。雨婷，哎呦，那这边要派什么？雨婷，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个运动高手？对不对？有丽塔吗？明真，明真，明真，明真有在健身。两点对抗，一起来看看我们的人体灭火器。第二回合，人体灭火器。每队各派两位队员，与魔王比拼拳风灭蜡烛。熄灭十支蜡烛的秒数，与魔王最接近者获胜。体灭火器，我们这位仁兄不是吹牛的，54公斤级的台湾的亚军，对，好吧，请按场灯，家属请就位。他还鞠躬吗？他配合着演，干嘛配合？好，各位同学，人家神鞭被灭烛，但是他是要用他的拳风来灭烛，好吧？那个不能碰到蜡烛。好，十根。把他火给撂倒，好吧，请到后面来。预备，叶玉明。哇，这是哇，拳感觉哦。哇，简单到还没洗，他都用右拳呢。有哎，哇，出右拳，对，好帅哦，好厉害哦，用手就好了。他的时间是14秒28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对，刚刚的时间。红队先来好了，预备 ，Go， 请熄灯，不用家属就位，预备，又来了。这位姐姐，我跟你讲哈，他的重点是要用打拳的，不能用扇的。哎，对，他刚有一点搞错。好吧，在佛堂，没关系，是女生，可是他刚很卡哇伊啊。他刚那个叫什么拳？招财猫哎。猫拳。招财猫拳。帮忙点拳。帮忙点拳。招财明真。刚刚明真的成绩是23秒19。对对对，我干嘛？你要早就想放掉，烧掉。你要把它化掉谁？你以为是玉女啊？你要把它化掉，不能老是用这种用勾拳，真的要勾拳哈。一百本，黄灯辉 ，Go， 加油，灯辉哥加油！左右开弓，左右开弓，左右开弓，加油油！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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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连续技，再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你真好强！没有啊，我一定要你骨头散掉了。试试看这边好不好？试试看这边。啊，没有，因为那个竹心现在烧起来了，就比较寡趴。有寡杖，没有寡趴。手小心呐！让我们想到力王，力王的拳风。哦，要疯掉了！哎呦，灯辉哥疯掉了！星星之火，哎，没办法，祖先显灵。比你健身还累吧？好蠢的画面哦！我要逼我！
他两趴两趴，翻我翻我，他很强哎。好，时间到，两分钟。好的，刚刚也好烂，好了，相当烂的成绩，一分二十六秒，也太少，全身都软了吧？一分二十六是吧？也太久了。轮到谁？换我们，换我们队。派出谁？雨婷，请求停位。还关灯，不用了。家属就位，请拥抱。没有这个，死者哪里位？家属北，请拥抱。好，加油！要，对，要出声音。对，哦，哇塞！喂，祖先又写你了，好可爱，这样打。来了。讨厌，你要一边，你要加油，好讨厌，好讨厌。哦，对，多少？28秒50。2850啊！我觉得又回来快，用全28秒五零。那他们刚刚全部加起来多少？郑辉哥，你那一段就1分26，太久。你们总共是1分49。我很用力在打，1分69。你那段算长，没有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打哦，要暖身。所以长，你要加油。OK， 你一分钟之内就赢了。所以燕军，一分钟之内就赢，蛮有机会的哦。你们前面哦虽然比较吃亏，但后面他们吃亏大，他已经烧起来了，因为心很大。哎，对哦，对，好，火很旺。哎呦，不一样车队。还我们一根。还他一根。还我蜡烛拳，什么闷气呀？你刚刚那么生气，所以这婚姻生活压力很大。对啊，对啊，压力很大，好压抑呀，压抑啊，好可怕。时间是32秒34，非常好。所以恭喜郭彦均队伍获胜。现在后面黑布后面冬末情书，天哪，好了，四位你们可不可以调强一点，你们这态度怎么一副感觉到牛郎店的，对，他的是远看的最深的，哦，对，线最深啊，他干嘛他要夹你的手手，我跟你讲到最刚好，他的弧度好明显，他刚刚好，其实你们这样说他们也会有一点感觉。第二一位，哎呦，有没有很痒吗？哎呀！我帮你抓抓，他有那个哎，你冰块盒哎，腹肌嘛，冰块盒，好重啊！完了，第四位有鸡突状况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中风了，不要一直刺激他了，完了，他已经兴奋了。第五位，这个也是蛮刚好的，他这正短，他是蛮瘦的，OK 哈。OK， 这个 OK， 我也觉得这个 OK， 我也喜欢。你胸部也太大了吧？怎么瘦啊？腹肌，哎，但是他腰很细哦。人鱼线，有的。人鱼有没有？你哪行诶？我。那行啊，来好，阿姨，对不起啊。男生啊，讲西班牙文，讲情话最性感。对，来，西班牙情话。用西班牙情话。Hola señorita, tenemos un partido muy importante en junio. El 11 de junio tenemos un partido de la selección taiwanesa。被分开了，再不分开，我们要泼热水了，好不好？喂，那是狗啦。有，什么？吃樱桃，做仰卧起坐，对，仰卧起坐，然后这样咬手，我吃还是他吃樱桃？男生来，亲糖，来，有一点点远，是吗？哎，这不小心就会亲到，对哦。一、二，不要太猛。三。还好吧，爽成这样，真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很害羞，就突然靠很近。